王一博微信风格俏皮、羞涩、礼貌，赢得业内口碑。王一博以他的才华和诚实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喜爱。从众多人对他的评价中可以看出，他是一个真正的宝藏男孩。在《长风破浪》的片场看片会上，导演姚晓峰对王一博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赞扬。 他的评价非常贴切，深入剖析了这位年轻男演员的内在品质。姚导演回忆说：“第一次见到王一博时，他与杜华一起出现，与之前在街舞等节目中展现出来的张扬形象截然不同。王一博表现得非常安静、内敛，给人一种羞涩而有理的印象。” 他在场上也不轻易发言，却一直在静静的观察和倾听。与人交流时态度极其谦恭有礼。导演深有感触地说：“这正是他心中理想的干净、清新的男孩形象。”而后来的合作也证明了他的选择是明智的。王一博的真诚和善良也深深打动了身边的人。 他的合作伙伴纷纷赞誉他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。不论是导演、演员，还是品牌合作方，在与王一博的合作中都深受其影响。他从不迟到，总是准时出现在工作场合，并且对工作细节有着非常高的把控力，同时也能够充分尊重和理解团队的意见。 在近期的一档节目中，王一博的朋友杜华提及了一个小细节，希望自家艺人在与粉丝交流时能够更加礼貌。他称赞王一博从不随意应答，总是用心回复，这种细致入微的态度让人印象深刻。现在，王一博即将主演的大型电视剧即将上线，在看片会上。 他的表现得到了一致好评，观众们纷纷表示，他所饰演的角色魏若来非常有魅力，而王一博的表演更是让人感受到了角色的鲜活和真实。期待着魏若来的出场，相信王一博会再次带给观众们一场视听盛宴。 王一博的羞涩与有礼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在他的言行举止中透露出一种朴实真诚的气质，让人感受到他内心的温暖和善意。不仅如此，他在微信回复中展现出的可爱举止更是令人动容，或许是用词恰到好处，或许是表情逗趣俏皮。 王一博总能用简单的文字传递出他的关怀和热情，让人不禁感叹他的细腻与体贴。这不仅是因为他出色的演技和不俗的外貌，更是因为他的为人处事。他不仅在工作中积极认真，对待每一个角色都倾注了心血，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保持着谦逊和礼貌。 这种真诚的态度让他赢得了众多同行和粉丝的尊敬和喜爱，成为了业内的一面旗帜。这种朴素的品质让他与众不同，让人更加欣赏他的表现。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，更是一位备受尊敬和喜爱的偶像。随着他在演艺事业中的不断成长和进步。 相信他的魅力会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认可和喜爱。感谢观看视频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，请随时发表评论、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。祝你生活永远快乐、平安。